OK， 那我现在在金海湾的那个项目哈、哦，那现在我们等一下会先给你看一下那个房型，还有这边的设施啦。所以我们前面呢，你看到这边就是那个百万海景那个 view 哈、哦，来看一下。那你看到下面这一个呢，就是那个这边的俱乐部啦，所以待会也是会给你去看一下，会有一些泳池啊，一些 facility 这样子啦哈、哦。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的这个社区里面其中一栋。一个 block 哈、哦，那里面的 facility， 所以给你会看一下这边的facility 有些什么样的 facility 啦。顺便待会等一下会给你介绍我们的同事哈、哦、，Chris，Hello，Chris，OK，、okay, 所以我先带你去看一下这边的远景社区先啦。OK， 我现在稍微转镜头哈。OK， 所以它上面楼上其实都有一些绿化的。整个都蛮绿化的哈、哦，算是一个小型公园这样子。然后前面呢就会有一个大泳池，然后这些是它的楼层。哎，这边是它不是泳池啦，这个是那个水池。那拜六礼拜周末的时候就会喷水。那设施方面这边是比较简单的，除了这个喷泉，然后还有就是健身室啊、游泳池啊，还有 tennis 网球 ，OK， 还有小孩子的 playground 哈、哦，来看一下。OK， 那现在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哈、哦，所以暂时设施都不开放使用哈、哦，所以楼下的话就是商场。楼下有 A1 商场，那这边其实一个洞里面就有好几栋了哈。来看一下周围，周围每一个洞的话都会有自己的设施，这是小孩子游乐园，这是网球场。那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的游泳池啦。好，我加快脚步一下，有点喘，因为这边整个社区其实还蛮大的哦。OK。那你看到它的阳台哈、哦，这边都是采用玻璃白钢，待会我们会去上去单位，让你看一下。哎，你看，蛮大的哦。所以前面呢是那个泳池。那如果要上来这边的话，基本上都需要有那个门禁卡哈、哦，你才可以上到来这边的facility，还有你的单位啦。来，这个泳池这一栋的话还蛮大的，从这边。到这边 ，OK， 好，那我们就现在上去单位看一下啦 ，OK， 走了。健身室 ，OK， 健身室待会会经过哈、哦。这边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大陆，叫四股来大陆啊 ，EDR Coastal Highway， 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四股来地区啊，然后或者是布吉英达地区这样子。来，前面那边就有那个健身室哈、哦，给你看一下。哎呀！健身室哈、哦，那现在不开放使用哈、哦、，OK， 行，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就上楼去看一下啦。还有，来看一下灯。整体的空间感觉还蛮舒服的哈、哦。都是那边是物业管理 ，management office 啊，那你可以还你的物业费在这边还咯。所以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OK， 我们现在是去看的是，OK， 看一下这一个，这边是整个的这边的设施啦、啊。
这个是 Block EA， 而有的设施。那我们现在去看的是你昨天有发给我的那个单位是，两房的园林景观的，那个单位是700多平方尺的啊、哦。对。嗯，是两房，两房一厅。OK， 是这一栋18楼的吗？这栋顶端最高是18层，然后呢，我们有这个 P1 到 P5 是停车层。嗯，好 ，P1 到 P5 停车层 ，P6 是刚刚我们看的空中花园，嗯，接下来还是一层，所以这里嘛，一层的话呢，实际高度是7层，现在我们看的8层，实际高度可能是14层了。嗯，明白。所以我们现在去看8楼的这个 EA802， 来这边的话就由我们的 Chris 跟你介绍一下了。好 ，OK， 来，请进。诶？还有这些哦。好，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交通标准，包括这些kitchen cabinet 是附送的，你想要装回来。厨房壁橱 ，OK。OK， 这个抽烟机赠送的，灶炉，包括冰箱、洗衣机都。冰箱、洗衣机都有啊、哦。嗯，我这个户型它属于比较大一点的两房一厅，然后它附带一个这个是储藏室。这储藏室。哦，储藏室。对。OK。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阳台的情况。园景的意思就是说，看我们的园林绿化。哇，有泳池 view 哎，感觉很像在度假村的感觉哦。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呢，还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市区是一个山坡这样子的，这个景观也蛮开阔的。OK， 看到。嗯，好，那我们过来。两房一厅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两个房间，然后有一个厅，就是厨房是属于开放式的厨房。这是我们的主人房。主人房我们采用的是这种强化复合木地板，那是比较好看的。这里有一个飘窗。然后主人房呢，会附送一个这个衣柜，衣柜，嗯，这类型的。然后每一个房间，我看一下飘窗的风景哦。哎，飘这边也是可以看到泳池哦。啊，还有空调哦。嗯，每一个房间和客厅都已经安装好空调，是附送的。那这是第二个房间。这是客房哦。对。从景观都是一样，是这个泳池的情况。好，再来就到这个卫生间。哦，镜子、橱柜都有哦。这个位置是放洗衣机的。嗯。好，然后花洒、镜子、这个马桶面盆已经安装好了，基本上我们再自己购买一个热水器。就基本上 OK 了。嗯 ，OK， 花洒，所以热水器，哎，热水器自己买。那个 point 是已经有了。对。OK。哎，哦，所以这个是 intercom， 就是通往楼下的。对，通往楼下。保安说，就比如说我们有朋友要过来，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下楼去接待他们，我们就和保安说，哎，这个车牌号码的人过来，你就开门给他进，顺便把他带上来，这样子。OK， 行，所以基本上冷气，所有电，它基本电器都有了哈、哦，所以只需要买一个沙发，还有电视机啊，装一下窗帘，还有灯，灯也有一盏。灯的话呢，厨房和卫生间的灯是包括了，其他地方的话呢是不包括。Okay， 所以风扇都 OK， 基本上还蛮简单，就餐桌哈、哦。嗯，这是700几平方尺。看起来基本上还算蛮 OK 的嘞，嗯。这一套呢是722平方尺。722平方尺。然后是朝向是东北朝向。东北的朝向哈、哦。OK。好。那么它的原价呢是82,000马币，这是它的原价，然后就是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特别优惠过后呢。
它折后价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呢，是512000马币。哦，五十一万两千。对，就可以买到两房。其实它算是2+1吧，两间房加一个储藏室这样子。嗯，行，好，那 OK， 暂时我们先看这一款，待会儿玩啊、再想聊了。好，待会见。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单位，从电梯这边过来。10A1703 OK，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所以这边是厨房的部分，同样的有附送，厨房壁橱、煮电炉、煮炉，还有冰箱跟洗衣机。后面还有一个小的生活阳台，可以摆放你的洗衣机。哎，这一款好像比刚才那个还更不错嘞。还有一个，刚才那个是两房一厅，再两房两厅。对，两房两厅。所以这边的是客厅部分，哇。哇，这个海景啊！其实这个我们的定价是取外于房屋的定价，包括房间它的房。哇，海景房哎，这间不错嘞，哇 ，OK， 那边是七浦金大的方向啦，OK， 哇，这间 view 很美哎 ，OK， 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所以这边是客厅跟厨房用餐的部分。那左手边这边就有一间厕所，同样的也附送这个 shower screen， 厨镜子 ，OK。那这一个是客房，哇，那个 view 不错嘞，还有飘窗，飘窗 ，OK， 飘窗 ，OK。那这一个就是主人房了，那主人房的厕所。OK， so 主人房的房间可以摆放一张双人床，还有这个冷空调、冷气跟衣橱，跟刚才一样啦。所以这边主人房的景观，哇，这间还不错，还挺喜欢的。OK， so 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间啦。OK， 这一栋因为是跟刚才那栋不太一样哦，所以它这边也是有这边的这设施。所以这一个是 kids room。是啊，里面一些小孩子的一些房间啊，诶，在那边，这看不到。OK， 来看一下。OK， 那这一边就是网球场。OK， 这一边这一个的话就有几栋，这里一共有六栋。六栋。所以它的泳池就在这一边了。哎呀，这个就是它的泳池了。所以我们需要走那边了。来，这边在这边就空中花园。然后可以看到对面就是那个刚刚我们从楼上看的海景。右边是我们的那个 BBQ spot。右边是烧烤地方。可以在这边烧烤哈、哦，烧烤炉在那边。OK， 好，那楼下那边见识。那边是一个 study room。study room。好，我们暂时这样子啦，可以啦。现在去另外一栋喽，有海滩，这边可以看到海滩。等一下啊，等一下。噔噔，海滩不俱乐部 ，OK。好，我们去下一个吧。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单位，是15楼05，来。等等，这是客厅、厨房，然后我们先看景观一下，这个的景观，哎，这边也是看得到海景哦，嗯，可以看到俱乐部
OK。好，我们去看房间的部分。So， 这间是客房。哇，这客房 view 比较不错。L shape 的飘窗。OK， 后面这一个是放洗衣机的地方。放洗衣机的地方，然后这边是厕所。浴。OK， 好，我们去看主人房。主人房有空调，有衣柜，然后景观也是跟刚才一样，可以看到海景。哦，这个还可以收纳的。里面是放空调主机的。啊？里面是放那个空调主机。啊，可以放空调主机。OK。好，那就这样子吧。OK， 首先我们来到了 8B2107 的房型，这一款的它的厨房在这边，客厅、房间在左右，大门。OK， 后面还有一个窗户。请先去看主人房。来，主人房、厕所有 shower screen、衣柜。OK， 所以这个景观，这边可以看到游泳池哦。OK， 下面那个就是商场的了，叫 Bali Time Danga Bay。所以可以看到新山市中心的景观，最高的 Astaka 70层楼。好。那他另外看客厅，客厅的啊景观都跟刚才一样，景观更好啊、哦、所以你客厅这边，哇哦。 OK， 好，行，这样我们现在去看另外一间客房厕所。 So 客房空调、景观 ，OK， so 待会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了，拜拜。OK， so 我们现在在这个停车场这边 ，so 你可以看一下，那每一个户型呢，基本上都会有附送一个停车位的啦。So 你需要进来这边的话，都需要那个access card 进来。OK， 好，可以，谢谢。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展厅一下，展厅 ，Hello。Morning. OK， 我们去展厅再跟你介绍整个大的沙盘介绍啦。其实这边哈、哦，前面呢，这边前面走过去一点点，就有那个我们这边的超市，底下有两层的零售店这样子。那超市是叫 Aeon 啊，那里面可以买一些生菜啊、水果之类的。好，这样我们现在就去展厅啦。OK， 刚好今天天气很好哦。整个社区还蛮大的，看到吗？噔噔，给你看一下周围，前面那边有便利店啊，有一些餐厅。正面边就是我说的，前面就这边直走呢，就有那个超市、Aeon 零售店，还有一些餐厅等等啦。所以一下楼就有这些蛮便利这些配套的啦。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展厅。展厅前面哈、哦、还有那个星巴克。OK， 我们去展厅前面呢，就是也是这边很漂亮的海景。刚刚你在楼上看一下，对不对？那我现在就带你，我先去看一下那个海景先。啊，还有包括这个俱乐部的设施啦。OK， 走。OK。Hello。Yeah， OK。OK， 那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整个的沙盘，前面就有沙滩。OK， 所以我们去看真实的，这是模型。好，这边还有保龄球场哦。
OK。好，前面这边呢是有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一个泳池啦哈。哎，像这边如果业主的话，这边的设施是？这边的设施其实业主过来的话，他也要缴费，因为一般业主不过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楼栋可以享用。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享用自己的泳池，这边是属于俱乐部，对，就公开给外面的人也可以开啊，外面的人过来，所以是要另外付费的了。对。那如果是用泳池多少钱呢？泳池的话，一般一个人是10块钱马币。啊、哦，马币10块钱一次使用啦。海滩就应该没有收费吧？海滩不收费。嗯，来我们看一下海滩，但这边海滩只是沙滩，不能玩水的吧？因为这是海峡嘛，哈、哦。来，看一下。Hello。OK。来，哒哒，这就是这边的沙滩沙景。对面哦，你看到就是新加坡的咯，新加坡树林保护区。然后前面你看到很多建筑物哦，是我们新山的公主湾。那边价格比这边更贵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海滩这边咯。先转给你看一下，嗨，啊 ，OK， 所以我给你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噔，昨天已经有拍照给你看了哈、哦。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话不多说，我们现在线上聊吧。OK， 所以我们现在在俱乐部的前面，那现在我们去商场看一下啦。Before 去商场呢，这边是有一些美食街这样子啦，所以有一些餐厅可以吃东西，那有。马来餐啊等等，这是我们所谓的妈妈档，可以吃印度煎饼，一些炒面、炒粿条、这些等等啦。所以前面呢就是商场啦，哎，还有一些肉骨茶哈、哦，一些中餐这样子，牛腩面，还有韩国餐哈、哦。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哈、哦，所以有一些生意比较差一点哈、哦，那希望快点疫情离开，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经济可以更好啦。So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前面板面国产。那这一个商场呢，是梅隆村是去年开幕吧，所以不是还没有到100%的那个商家入住率，所以还有需要一点时间。但是里面有永旺商场，可以买一些生菜、水果等等啦，还有一些衣服啊。等一下我们进去看啦，就有个概念哈、哦。哇，重庆老火锅。OK， 那之前在疫情还没有发生，这边其实很多新加坡客啊、旅客啊，特别是拜六礼拜呢，就在这边做一些租一些民宿，在这边度假这样子咯。OK， 所以我们现在进去啦。哎，哇，那是很多火锅哎。OK， 包。OK， 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边整个地图，不是很大的商场，大概是应该是一层楼吧。来，一层楼有些什么东西？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去这个 L Mall 这边，给你们大概看捞一下。OK， L Mall 在哪里啊 ？L Mall。哦，还有 DIY 可以买一些硬件哈、哦，蛮便宜的、啊，是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一个连锁店，来看一下。OK。还有日本的Daiso，
来一包连锁餐厅。哦，还有迎客楼、客家馆。OK， 还蛮多东西的，对不对？但是只有这一层而已啦。好。哎，午餐多少钱？看一下，喜欢吃客家菜的朋友哦，可以来这边试试看。哎，这间是韩国餐厅。韩国餐厅，这边也是有卖一些家私店哦，定制的家私。OK。有西餐、蛋糕店、电话店。OK， 好，我们跑一下，去看超市 L Mall 超市。OK， 等等。OK， 来，我们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这边超市卖的一些蔬菜水果啊、哦，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这边的物价怎么样，需要 scan 一下。OK， 来 ，OK， 蔬菜。菜花，澳洲的菜，哎，那个 carrot， 水果，对，还有卖鱼哦，那边有卖鱼，鱼，虾，水果，三文鱼，啊，对，可以被人家赶了。